傻丁，冰冰干嘛呢？你别吃了，咱们吃饭去的，这零食少吃为妙。走开，烦死了，天天让我吃饭吃饭，我不想吃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每天就知道吃面条，吃零食多好吃啊。傻妞，咱们这农村人不吃面条不吃馒头不吃米饭的，那你想吃什么呀？像你吃这些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对身体不好。老老叨叨烦死了。哎，傻妞，这吃饭了，你去哪呀？抓鸭子，抓几只，抓一只，抓。哪天大雪来了？傻妞，该回去写作业了，都玩了一上午了。对呀，到明天都开学了。对，傻妞，你回去跟你妈去写作业去吧，我们也回家要写作业了。哎呀，写什么作业呀？还没玩够呢，这玩多好了呀！写什么作业不写？这不写作业，明天就要开学了。我看你的作业还都没有完成呢。傻妞，就回去写吧，我们也要回去了，不写作业老师会罚站呢。对，如果不写的话，老师肯定会让叫家长的。嗯，请家长。请家长算什么呀？妈，你在家也没事，反正呀、啊，在哪都是玩，去学校一样玩哈，反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嗯，傻妞，你怎么能这样子说妈妈呀？大婶，我们先走了，快点写作业去。回家写作业去吧。妈，你说你啊，你没看到我好朋友在这里呀？啊，你不给我面子，跟你说，你下次再这样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妈妈知道了，妈妈下次注意啊。行了。赶紧回家吧，算了，也不回家了，走上街上给我买点吃的去。好。傻妞，你出来。睡觉呢。妈妈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呀严格的要求你。哎呀，要求什么呀？你不要再这样子吊儿郎当的了。你老师又把我叫到学校里面去了，当众的批评我说你不完成作业，成绩下降厉害。你呀，这都是我造成的。老师说了，你变成这样子都是我宠溺成的。我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严格要求你。现在都去给我写作业去，我必须每天完成。不完成。你去不去？我就不去。你叫我去是吧？那好，我不活了，放下。我不活了。你活着好，你去赚钱还不如我去死。我去死。去啊。好啊你，我就撞墙了你也不问我是吧？懒得理你。爸，这孩子一定要想尽办法改掉他的臭毛病。哎呀，我的头呀，这闺女可咋办呀？大婶，哎，怎么了大婶？大婶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傻妞呢？这个大婶你可怎么了？傻妞呢？不要提这个叛逆的闺女，她无药可救了。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我闺女教好，是我的错。不怨你大婶，怨傻妞。傻妞，傻妞，你妈妈晕倒了。傻妞，快过来呀！过来。哎呀，让我来干什么呢？晕都晕呗。傻妞，你快看看呀，你妈妈生病了，快晕倒了。你没有妈妈就没有家了呀。对，你爸死得早，你现在还不对你妈好。你妈妈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养大，你是这样回报她的吗？你看你在学校也不听话，让你妈妈多操心啊。傻妞，你想一下，如果没有你妈妈，你以后可怎么生活？你现在那么叛逆，你妈妈心里可多难过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啊？这他们说的真的假的呀？我到底要不要对妈妈好呀？